开那个门拍比较好看。啊，没关系。近一点。那从他的投影、投环境那边拍更好看。可以啊。很安静。嗯，不会那么吵。嗯，还养到这个小鸟。嗯。哎，那你可以从不知道从上面拍会不会？哦，不一样。可以啊，因为它可能吓一跳。哦，对，先不要吓到。